而且应该是高三的同学哦。对，那再加上很好的一个协调性。哦，这个时候是要用一个强迫区分，哇，捕手打到滚地球，三垒这一分应该蛮有机会回来的、哦。变化球三箭出，要面对的是第九棒的肖永靖，这球打到了游击区，游击手接到之后传向一垒。第一棒偏高的速球，内角的速球一百，这个不断的来攻击好球带。高子金这个球打到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的漂亮。林家宏这个手背也是非常。哦，这棒打得蛮炸，又可以更大胆的来做挥击了。又是一个变化球，来手交之后抛给，正在化解危机。对。文彦现在越来越多资讯哦，让他们有多，而且也不是三坏。速球同样丢在了外角的位置。波比较配合140几公里球速的投手，哎，这是一个收打，而且有很好的效果。靠的调整的方式，投打之间要来对决，偏高的速球再来一颗100的机会哦。也哦。这棒打到了外野。右外野手要来拼一下，是不是要来冲本垒呢？哇！解除轮到第九棒肖永靖的打击，也多了一些变数，让一垒的跑者也攻进垒啊。那当然，反观你是跑者的话，你要又是一个直球一，比较久，对，没错、啊，包括像前一场比赛的这个投了38颗球，这个速球，外角的球路，这一棒是这个变化球打到二垒方向，垒手接到先传向游击，再传向一垒，塞打击。这个变化球打者是有回报哦。持球投进来，李建志。140。又是破张宏麟的头球。这个直球会去追啊！也哦，后来也回来得到了分数。增加，对这个控球也稍微出现一点问题。虽然达到了两人出局。记录上是146，变化球打